本王的礼物呢？我还没准备好。方才进来时，看见你兴奋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定在这房子的某处。没有，我真的还没有准备，别找了。还我！还我！还我！你这做的是你我二人，看起来还真有几分神似。啊！从此以后，我们都把对方带在身边，一刻也不分开。时候不早了，王妃就服侍本王安寝吧。明月，起床了。床的都日上三竿了，还赖床不起？快随本王晨起习武。你练你的功，我睡我的觉，就不能给彼此一点自由吗？卧房收拾干净，早中晚膳你都不必用了。不吃就不吃。一夜功夫如此凌乱。